刚刚我们输出 hello 嘛，对不对？那如果呢，我今天刚刚说要输出表格，那是各位已经在做。那我加一个超连结，我 hello a h r e f 等于t w h t t p t w 点 yahoo 点 c o m。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让它显示出雅虎的超链接那我们来试试看，你里面呢，如果你觉得没有引号很奇怪的话，用单引号这样比较不会跟 C sharp 的那个双引号冲嘛，这样子按存一下，然后把这一个给关了，重新建立。好，那再执行一次。好，现在执行了那我们看一下。OK，它变成这样。这里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认得你是一个 HTML 的东西所以我看一下，它还不认得我们是 HTML，所以我这样子写呢，我这边写 text plain。我这边写 text plain 就它就不认得了，所以这边改写成 text html 这样子，再试一次。好，那这时候呢，它会 OK。还是不行，来，再加上真正的 HTML 表头。再试一次。好，这样就有了所以以刚刚的程式而言，你要改，基本上要改第一个是这个字串要加上 HTML 的外面的框框和 body 那第二个呢，最好是 text 本来写 plain 的地方改成 HTML 这样子。如果没改，可能也可以了那改的话是比较合它的规定那这样子你会看到有一个超连接出来，那。当你点这个超链接的时候，它真的会导到雅虎去。OK，所以各位可以试着加个超链接看看。那你去试试看说，OK，到底什么叫做 HTML？Hypertext 的就是这个意思。试试看。